各位法师，各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。请大家跟着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利全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此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众转，皈依达摩，离欲众转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众转。阿舍利全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此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众转，皈依达摩，离欲众转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众转。阿舍利全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此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众转，皈依达摩，离欲众转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众转。请睇《大经科注》第1036页，倒数第五行睇起，倒数第五行，问答课题。分两课，就是一问一答，不求往生所以。点解唔求往生？极乐世界咁好，真嘅幸福自在美满，点解唔去？弥勒菩萨代我哋向佛请教，请睇经文：次是白言，云何此界一类众生，虽亦修善而不求生？释迦牟尼佛在世，讲无量寿经，将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介绍俾我哋。点解会有一类众生唔能够接受，唔求往生？咁系咩原因？念老嘅注解讲：慈是大事，以无缘大慈。慈系爱众生，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帮众生离苦叫大悲，帮众生得乐叫大慈，无缘无条件的。无条件的大慈大悲，怜悯，悯就是怜悯，念住末世中，由此可知往生多的，多数都是能接受，都能依教奉行的。生到极乐世界正法时候多，障法时候亦不少，现在是佛的末法时期，末法一万年，
今年是第二个一千年。求生极乐世界的人少了，学佛的人仲有，没有像法时期那么多，没法确实，地球上人口增长了，增加了，学佛的人没有增加。什么原因？是有一类众生虽亦修善，但不求生西方净土，故发思问。见到这个事实真相，提出来向佛请教，下面世尊答复。答复里面分成好几小段，请睇经文。佛告慈氏：此等众生智慧微浅，分别西方，不及天界，是以非乐，不求生彼。佛讲出来了，佛答复念老的白话讲解：此一类众生缺少智慧，迷恋天人之福，故不愿生。我哋细心观察而家呢个社会，人由细到老追求乜嘢？最明显嘅追求地位。地位越高越好，追求财富，财富越多越好，享尽人间福报。他连天都不相信，这个世间好多好多宗教都是以生天为终极的目标，只有佛教这一家例外，他不求生天，他求生极乐世界。我们要看清楚什么原因？天道是好，好到什么程度？我们没办法想象。为什么不求？经常讲的智慧微浅，无智慧，有聪明，无智慧。现代人追求知识，知道得越多越好，智慧忘记了。智慧里面
有知识，知识里面无智慧。佢摆喺我哋面前，我哋睇得好清楚，睇得好明白。谂下三千年前佛讲嘅，好似就系对我哋现代人讲嘅一样。唔系佢推想嘅，唔系佢预测嘅，佢真实智慧、广大智慧，确实见到啦，听到啦，明白啦。下面嗰段问答，免轮回之所以，咁系佛法强调嘅，特别强调嘅。点解要讲免轮回？轮回真苦，佛喺经上同我哋讲。三途一道五千劫，太可怕了。到到三途，几时有机会再得人身？五千劫之后，有一次机会。你次机会错过咗，再一个五千劫，轮回里面最可怕嘅无间地狱，做极重罪业，我哋睇下呢个世间做咗罪业嘅人，特别重要嘅。是自己要想下我做过没，这么重要啊，跟自己关系太大了。五种无间罪业，第一个杀父亲，第二个杀母亲，第三个杀阿罗汉。阿罗汉佢唔喺我哋人间，佢喺你亦杀唔到佢，佢有神通，佢有智慧。同阿罗汉好似嘅系乜嘢人？老师。阿罗汉喺世间教化众生，我哋称佢法师、大法师、老法师，正阿罗汉果啦。杀父母嘅罪最重，第三个杀阿罗汉就系杀老师，杀老师嘅罪比杀母亲的罪重重，这五种罪前面轻后面重，杀父亲的罪比杀母亲轻，杀母亲比杀父亲重，杀阿罗汉比杀母亲重。出佛身血比杀阿罗汉重，这些经常都有记载。提婆达多想害释迦牟尼佛，总是想将他害死，害死他，他很聪明，亦有不少人拥护他，
就是比不上释迦牟尼佛。释迦牟尼佛如果死了，他就是新佛，他在这个世界就第一了。佛福报大，他在悬崖上摆个大石，知道释迦牟尼佛要出去托钵，一定要经过悬崖下面，他在上面摆个石头推下去，想将佛砸死。佛有护法神，那个护法神就是韦陀菩萨，拿他之金刚柱将旧石拦住，将旧石头打碎了，那些石仔掟到佛隻脚，佛流了些血，叫出佛身血。虽然福报大，你害不到他，但是那个念头太恶了，念头比泥上比山阿罗汉重重，叫出佛身血。最后一个最重的破和合争，破坏僧团，破坏道场，将一切众生听经闻法修学的缘断了，这个是最重的。那我们看看这五种罪有没有。古时候确实未听过，现在网路、电视、报纸时时登，不少啊，时有所闻。这五逆，五逆之外还有个十恶，都在面前。十恶是身、杀、道、淫三种，三种口、妄语、两舌、恶口、耳语四种，起心动念、贪、嗔、痴，这些叫十恶业，哪个不做？哪个没做过？你去打听一下，哪个没做过？日日在这里做，迷在他里头，将造业当儿戏，根本就不在乎。不相信佛法，真正相信佛法，不敢做。为什么不敢？五逆十恶到无间地狱，那太可怕了，失了人身，下一次还有机会能再得到五千劫后，但是无间地狱的时间长，几长？佛礼经常跟我们说八万大劫啊，
三途一道五千劫，冇讲大劫。大劫同小劫差距好大。无间地狱系直接同我哋讲八万大劫，太苦啦。我哋见到恐惧、害怕，做过未？有时候做咗唔知，未学佛之前，唔相信佛法，批评佛法，毁谤佛法，做过啊！冇人制止我哋，见我哋做呢啲业，佢喺旁边笑下，做得好，仲鼓励我哋。冇人将呢件事情讲清楚、讲明白，学佛之后先知道，先忏悔。选择呢条路，张家大师同我选嘅，烧业障系咪真嘅？真嘅。头一个寿命延长咗，点解延长？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人讲经了。佛法好像很鼎盛，讲经说法的人没有了。张家大师教我，劝我出家，劝我讲经，学释迦牟尼佛，我接受了，因为我知道佛教是教育，释迦牟尼佛一生教学，从三十岁开悟，就在鹿野苑讲经，四十九年无中断。我哋中国人讲八十岁，外国人讲七十九岁，佢走啦。所有弟子都肩负起讲经教学嘅使命，散布喺四方八面。到今年，只有传到中国这个地区是最完整的。大小乘经论全都送到中国来，印度的法师送来，中国的法师去取经，取经成绩最值得称道的圆藏大师，没人了。那也是发心出来讲经教学，也是属于为往圣继绝学。希望我们从老师那里接受过来，再传给下一代。这件是大事，没有比这件事情更大。
所以寿命虽然短，佛力加持延长了。延了几长，我自己有个感觉，延了一倍。我的寿命45岁，延长一倍就90岁，现在到了，该走了。但是咁啱又碰到个使命，呢个使命是校长俾我的，办汉学院，挽救汉学，呢件是好事。我同佢倾到呢个问题，佢完全认同，比我仲热心，催我做，我唔做唔得，唔做对唔住佢，佢咁嘅人太难得啦。我哋识咗冇几耐，年半，唔到2年，居然汉学院就上堂啦。我非常欢喜，咁寿命又延长啦。呢次延长几多我唔知道。我自己嘅心态，有一日命就做一日，冇就快啲往生。我而家对往生极乐世界特别热衷，对世缘完全放下，冇丝毫留恋啦。求佛力加持，传统文化的传人，大乘佛教的传人，这次来王子和校长倡议要办个宗教学院，培养25个博士，他们都是传教师。世界上那些大宗教都将他复兴起来，团结起来，化解冲突，促进世界和平，好事啊。他来找我，我亦就加入了，好事。做这些好事，寿命还要延长。我相信到我们接班人找到了，我们就可以走了，欢欢喜喜地走，往生极乐世界。咁係学佛之后先明白嘅，先得到咁殊胜嘅缘分。所以天人嘅福唔好留恋，唔係真嘅。释迦牟尼佛到呢度嚟为嘅係乜嘢？就係为帮助我哋离开
六道轮回。呢度唔住得，一定要觉悟，一定要发愿往生极乐世界。下面嗰段问答，免轮回之所以，就是点解要往生极乐世界脱离轮回？点解？我哋先睇经文。自是白言，此等众生虚妄分别，不求佛刹，何免轮回？佛为我哋讲出嚟啦，轮回苦。前面我讲的句句是真话，特别是无间地狱，就是我们讲的五逆十恶的罪，我们不知不觉做了，没有人点醒我们，我们不知道，将来你糊涂到无间地狱。咁真係大不幸，大苦难。请睇注解，念老嘅注解，次次浮云又讲，不求佛刹，何免轮回？呢句係佛解答嘅。它里头有两个意思，其一者专指如上之人，妄为西方之乐不如天界，如是虚妄分别，不求生净土，不知修善之福，虽得生天，但天寿尽后应浮轮转。咁唔知唔得㗎。其二者，凡指国中行人，呢、这个国中佛门里面嘅宗派，小乘两个宗，大乘八个宗。所以佛嘅宗派有十个宗，虽能精进修持，但不以弥陀净土为归宿，专仗自力，得咩？能靠得住咩？我呢一生过嚟啦，时时举呢个例子俾大家睇。我85岁停讲华严经，我记得好似讲咗10几年，突然谂到往生极乐世界冇把握，真正成就只有呢条路，只有呢个法门。从后生到老大，最欢喜嘅系华严法华楞严经。真的爱好，但是这些经论
都要断烦恼。开智慧，断见思烦恼，证阿罗汉果；断尘沙烦恼，证菩萨果位；断无明烦恼，先算脱离十法界。谂下呢种事情，我做唔到，寿命亦唔准，边有咁长命嚟修？所以将呢啲经教全放下啦，专讲无量寿经，专念阿弥陀佛，一心一意求生极乐世界。其他乜嘢都唔要啦，佛法亦放下，我行呢条路，念老呢部注解。其二者，凡指国中行人，虽能精进修持，但不以弥陀净土为归宿，专仗自力，则难于现在生众在断生死仍受后有，故云何免轮回。一啲都唔假，出唔到轮回，咁真嘅弊啦。无量劫嘅苦难点受？所以话遇到呢部经就好似遇到宝一样，转修转宏，祈求往生。我哋再睇底下一段，世尊答复弥勒菩萨嘅嗰段经文，佛言：彼等所种善根，不能离相。就呢一句，我哋点好？我哋做咗一切罪业着相，做咗啲好事功德亦着相。着相就系世间嘅善恶，善感福报，恶感罪报。所以佛言：彼等所种善根，不能离相，不求佛位，心着世乐，人间福报，须浮修福，求人天果。得报之时，一切奉俗而未能出三界欲众。三界欲界，色界无色界叫三界，三界就是六道轮回。太可怕了，转来转去离不开六道轮回。六道轮回这里叫三界欲众，
用地狱来标榜你没能力出三界，没能力出轮回，假使父母、妻子、男女，再仔女、眷属，欲相救免，你希望能救他们，能免除轮回的苦，下面邪见业王未能舍离，常处轮回而不自在。这段经文是佛讲出我们现在的生活状况，眼前就是了。原因在哪里？就是邪见业王，这句是业印，我们没办法舍离。见是见解，是你的想法、看法、你的知见，这些是错误的知见。六道虽然如梦幻泡影，金刚经上讲的，我们都将它当真，当真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全是业。业有三种，有善、有恶、有无忌。善业感三善道，恶业感三恶道，无忌没感应，就是他不讲得上是善恶，善恶两边都不着叫无忌，无忌好啊，但是他迷，他不觉，他不开智慧，麻烦在这里。所以一定要破迷开悟，将我们的知见转过来，将六道轮回、世出世间法通通放下，信愿持名，专求净土，你就啱啦，你完全正确。念老呢段注亦注得好好，我哋读一次。佛言：向下系经文，更名着相与离相之得失利害，着相修福难免轮回，离相求生永得解脱。着相修福果报喺人天，人间天上，未出轮回，你在人天享福，这段短暂时间里头，你有没有做恶业？如果做了五逆十恶，来生必定堕无间地狱，那怎么好？
无间地狱是八万大劫，不是开玩笑的，时间太长了。那不怕咩？那不在乎咩？离相求生，永得解脱。呢句希望我哋好好记住，一日到黑谂住。离相是放下，世出世间法通通放下，出世间法，佛法里面其他九个宗派我都放下，我不学了，我只修信愿持名求生净土，上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永得解脱。这个问题先真解决了，我们再看下面注解里头讲，右段前面呢行一句先明，着世间福不出轮回，贪恋世间福报，盖彼等虽种善根，但贪人天福报，不能离相，不求佛位，虽佛受福求人天果，故不能出三界牢狱，将六道轮回当作监狱，得报之时一切风俗暂享世乐，你做了些好事得到人天福报，因为过去生中受福，所以这一生有很高的地位，有很大的财富，暂享世乐，福尽还堕，福享完了堕落了，后患无穷。这一点要知道，命中之后更麻烦了，亲属亲眷虽然为之忏罪祈福，修法诵经，欲相救度，就是你还有孝子贤孙来帮助你在佛门里面修福，想救拔你，但是怎么呢？自己邪见根深，执迷不悟，以邪见故，不生正信，故此邪见实为诸恶业之王，故云邪见业王。我们现前确实是这样，不是假的，怎能永断邪见，成就正知正见，那就有出头的机会。
咁先算係真正成就。如果错误嘅见解仲将佢当真，咁就係下面讲嘅故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嗰步啊。下一课题，如痴不修难救。如痴系因唔肯认真修净土，摆喺面前当面错过，佛菩萨都难救。咁讲系真嘅，唔系假嘅。睇下呢段，如痴不修难救。经文系：汝见如痴之人，不种善根，但以世智聪辩，增益邪心，云何出离生死大难？呢几句系佛讲嘅。汝见汝系称弥勒菩萨，你睇世间嗰啲愚痴嘅人，我哋睇念老嘅注解，将念老注解读一次，用文所指更甚前者，无比嘅恳切，慈悲到极处，教我哋前者修善，但求世福，故不能出轮回。呢度讲此则如痴更甚，不种善根，反似世智聪辩，恃着世智辩聪，骄慢自大，不生正信，助长邪心，不知世智辩聪正是八难之一。就是中难了。佛在经中跟我们讲八种难，那八种难佛没办法讲。第一个三途，佛法里头时时将三途八难连埋嚟讲。三途系八难前面嗰三个，地狱、饿鬼、畜生。呢三途里面，冇佛。见唔到佛，听唔到佛法，更唔知念佛往生净土。呢三途八难里头，除咗三途之外，长寿天、亦算系八难之一。
长寿天是四空天，二十八层天最高的，他里头没有佛，为什么？他们不接受，他喜欢禅定，他不喜欢研究讨论，所以没有智慧，跟佛无缘。还有一个北俱卢咒，佛同我们讲的，娑婆世界，我们这个地球叫阎浮提，在南面叫南阎浮提，北周福报大，人寿命一千岁，好少短命的，无苦无灾难，所以他们住在那个清净世界，亦不想提升，但是寿命还是有限的，比我们长一千岁，一千岁到了点好，仍然要搞轮回，还要转世，不够劲的。这个难是讲不见佛，不闻佛法，不知修行。当然念佛法门就更加不用讲了。再就是世智辩聪，有口才，我们一般讲有智慧，智慧是邪智慧，不是正知正见，强词夺理，不接受圣言教诲，这一类人亦无份，所以世智辩聪属于八难之一。最后一个佛前佛后，你出世的时候过去的佛已经灭道了，未来佛还未出现，这个时候你也没办法见佛闻法，总而言之困难，这八件事都见不到佛，都听不到佛法，所以称之为难。邪见颠倒，反以为美，于是之人焉能出离生死苦海。这几句妄念老为我们特别拎出来，我们自己如果属于邪见，属于世智辩聪颠倒黑白，那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。我在后生的时候就犯这种毛病，好在过去生中还有些善根，遇到善知识，帮我改邪归正，
真正忏悔赎罪。行上正路，整个命运改变了。我自己都不敢想象，这种改变以前藏传的金珠活佛跟我说，那时候我还不相信。我跟他老人家见面，好像是四十六七岁，关刚刚过了，四十五岁病了一场，一个月就好翻。我念佛求生净土，我知道寿命到了，所以我亦不找医生，亦不吃药。我心里面想得很清楚，医生只能医病，我这种不是病，是命，命到了，医生医不到命，他只可以医病，所以干脆就念佛求生净土。念了一个月好翻，这一生中未曾大病过，偶然伤风感冒，未住过医院。我这一生到现在还没有病历，但是九十以后很明显地觉得体力衰了，中气不足，所以医生叫我少讲话。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